受不了营区的水蜜桃季，不能说满山满谷，但是超多水蜜桃，不过地形不是很好上去。对，这是我们刚刚现场试一下，那么多来运送冰，这一颗很漂亮，来看一下。那你看晚上这路实在太难上去，所以一堆水蜜桃最终都掉下去，都会掉到地上，烂掉一堆，爬上去整个地上都是烂掉的水蜜桃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，好，我们现场来到路边有一颗，我们有带虾网，等一下就知道了，别人拔不到的。可以摘了吗？好，有章鱼鱼，来捞一下。这里啊，快点，你说要特写这个啊？特写。捕捞法。虾网捕捞法，虾网不是很清楚，但是用网子捞好，应该。你过来我这里，我自己拍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看一下啊。好，一扯，好扯就掉了一颗，来看一下，往前秀一下。好，然后运送兵，来运送兵，完美，这颗漂亮。然后来运送兵，好，可以了，就这样。